么底下反过来说，倘说经人，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妄谈般若，误法误人，其罪业之大了，亦不可言喻。这是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面给我们提出的警告，这是真的。古德所谓的错下一个字转语，都堕五百世的野狐身。这个经不能说错，说错了要负责任，要背因果的。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注意到的。你虽然没有发心呢出来讲经说法，但在平常呢谈话当中啊，亲戚朋友啊，谈到佛法了，要注意这个问题。你要说错了也要背因果。不是说我没上台讲过经啊，不一定要上台啊。任何地方只要谈到佛法，可不能把佛法讲错了，这个很重要。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要用真诚的态度，恭敬的态度。知道多少说多少，不知道的可以不必说。儒家也说得好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人家问我们佛法，我们知道的就答复他，我们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不太清楚的，我们就老老实实说，你问的这个我自己也不清楚，绝不可充面子啊，要好看的，强不知以为知，那个可以痛快一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那个果报太可怕了，这个必须要晓得，在一切法里面，有两句啊。是纯真无妄，决定不错，能够常常挂在口边的是无量功德啊！哪两句呢？一句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决定不错，十方诸佛都这样称的，你决定不会说错的。碰到人阿弥陀佛，那是无量功德。第二句呢，看破放下，这个绝对不会错，不会说错，不会误人。所以这两句常常挂在嘴上啊，无量功德，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常常能挂在口上啊，就说明啊，那心上真有。虽然现在做不到，但是心里头有，常挂在嘴上，不知不觉的，慢慢他就做到了，甚至做到自己还不晓得，这个功德叫稀有的功德，看破放下，身心自在，一心念佛是决定往生。生到西方世界就不退成佛了，所以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，法不能说错。那譬如我们发心出来讲经，发心出来讲经是第一功德，可是要如法，
不要认为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好，功德太大了，我也发心去讲吧，结果把经讲错了，不但没有功德了，反而堕落了。一定要如法，诸位同学看到谭旭老法师的《念佛论》啊，这个小册子我们印了很多，都在外面借阅。《念佛论》最后，老法师给我们举了几个念佛往生的例子，其中出家的是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士，举了一位男居士郑锡斌居士，青岛占山寺的信徒。郑居士没有多久学会讲弥陀经，就学会讲这种啊，他很热心，到处讲弥陀经，劝人念佛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能够想象而知，都在乡村呢，偏僻的地方，到处去讲经呢，劝人念佛。听众呢，在我们想象当中也不过是十个八个，这个村庄讲完了，再到那个村庄，他挺热心的呀，一年到头到处去讲啊，没讲几年，因为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他从皈依到往生就六年，就时间不长了。欲知时至，作者往生的，没有生病，他弥陀经讲完了，听众里头有几个老朋友，他就要求老朋友他说我要走了，你们替我租个房子。这些朋友听了就很奇怪，你要走了何必租房子呢？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怕死在人家里不方便。这些朋友们听说，你有这个把握，那不在乎，到我家去。那个人说到我家去，个个欢迎，人家有这个本事。从皈依到往生六年了，讲经是消业障消罪业，那个力量是第一了。所以大家发心讲经好事情啊！我过去在台中，在李老师的麾下，李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学生有一些命很苦很薄短命的，那个短命人相貌也看得看出来了，李老师经验丰富，年岁很大，看的人事很多，就看到这些人呢，他就劝他，哎，孩子啊，你要发心出来讲讲经啊，讲经消业障啊，真的是延年益寿啊，消灾灭罪啊，这是最有效果的啊。所以他老人家这么一劝呢，就不少人跟他学讲经啊，学个一步两步也是到处去讲啊，在台湾从南到北也是到乡下去讲。听众多的有个三四十个，少的也是七个八个的样子吧。但是通通都日心的去劝人念佛。我们要这样子学法，老老实实的学，老老实实的讲。守住一个原则，但求无过，不求有功，不要想我要讲的怎么好啊，怎么不想这个。凡是求好心切，都出毛病了，
求好，只求啊没有过失，只求啊没讲错。讲的是不好不要紧，没讲错啊，那就是好。啊，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学啊，来讲就不会有错过。否则的话，特别是般若，般若不好讲啊。啊，如果讲的不好，人家听到之后啊，怕他堕得空了一边。因为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变成卧缺空了，那个麻烦更大啊！所以般若是很难讲的一部经啊。幕后这老居士教诫我们，应静静自身，不可烧火者也。应当战战兢兢啊，小心谨慎啊，不可以疏忽啊，一定要认真，要努力啊。这个讲的时候必须有充分的准备，这初学的时候啊，要认真的修持。前面说出的少分的啊，这个四句偈，为人说四句偈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